1937年深秋，远在岭南珠江边的番禺古城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大队的兵马把整个番禺城郊外的山岭包围得密不透风。四支一样的送葬队伍抬着四个一样的灵柩，从番禺的四个城门同时运了出去。四支送葬的队伍忽进忽退，在山岭中盘旋不定，谁也不知去处。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他的出葬这样神秘呢？2000多年前，秦始皇刚刚统一岭南，中原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。短暂太平后的天下又归大乱。史记记载，就在这纷乱的局面中，一个叫赵佗的秦朝将领乘机割据了岭南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南越王国。这个被秘密安葬的人正是赵佗，他活了101岁。南越王国北靠五岭，南接大海，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大变革、大转折之际，在岭南立国。他同中原的西汉王朝、北方的匈奴并立近100年，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中三个最强有力的政权之一。赵佗创造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，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猜想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人们一直在寻找的赵佗陵墓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不见了踪影。他身后那个在岭南屹立了近100年的王国也一起消失了，他们哪里去了呢？广州，今天中国南方的第一大城市，2000多年前，它的名字正是番禺。1983年6月8日，广州市繁华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，挖掘机把一座叫象岗的小山包刨掉了一半。施工中，一位民工突然发现自己的镐头下零碎的石块不见了。只见排列整齐的大石块出现在眼前，突然间发现地基下面呢有很多很平整的石头。那么说当时的民工呢就觉得很奇怪，哎呀，这里离山岗顶上已经快20米了，怎么会下面还有很平整的石头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那些民工呢就继续往外扩，一扩，哎呀，发现一片，不是一两块，而是有一片那个地下的石头。那么说呢，他们就认为呢，有些人认为是以前有钱人藏宝的地方，有些人认为呢是什么地下的一个或者防空洞啊，什么东西。也许有些人就联想，是不是日本人侵略我们广州的时候秘密的军火库？就在好奇的民工要继续挖掘时，工地负责人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广州市文物部门。黄淼章当时还是市考古所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，得到消息的他和另外两个队员马上来到了象岗工地。他从刚刚刨出的这些石板缝隙向里看去，借助手电筒的亮光，黄淼章看到里边是石头砌起的墙壁，地下散乱地堆放着陶器和一些铜铁器具，他怀疑这是一座古墓。广东考古界颇有声望的专家麦英豪闻讯后也急忙赶到了象岗工地。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麦英豪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，大墓采用了大量的石头，而且是深埋在象岗山17米深的山腹中，说明修筑大墓耗费了众多民力，墓主人的地位一定十分显赫。这个人是谁呢？
为了查个水落石出，同时保证文物的安全，马英豪决定等天黑下来，群众撤走以后，让黄淼章从古墓的石缝里钻进去看个究竟。黄淼章发现几个小的墓室有走廊连接着，数量众多的随葬品大都已经腐蚀，在墓室里凌乱地堆放着，一个大号铜鼎和几件陶器格外显眼。显然这个墓葬的年代十分遥远，黄淼章从大墓的特点和随葬品判断，这可能是2000多年前的一座汉墓。考古专家通过对香港墓室里的器物进行比较分析，确定这是南越国时代的一个大墓无疑。让人惊喜的是，这个人们寻找已久的大墓竟然藏匿在广州繁华的闹市里。在岭南，南越国时期最有可能建造大墓的就是国王。广州香港发现了南越国大墓，立即引起了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。为防止大墓里的文物遗失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武警战士就把大墓现场警戒起来。鉴于广州发现南越国墓葬的考古价值和保存情况，很快一封请求发掘的报告由国家文物局上报到国务院。短短10多天后，有关部门就批示同意发掘。这是当时拍摄下来的大墓发掘资料，可以看出这个深藏在山腹中的墓室，在进入墓室的前面是一道很长的墓道，墓道和墓室之间被一个石门封堵着。在墓道的尽头有一处还能辨认出的殉人痕迹，这种在墓室外就殉人的汉墓，考古人员在岭南还是第一次发现。根据墓室的结构，考古人员决定用揭顶盖的方法进入墓室。大墓的前室被揭开了顶盖，考古人员发现在方形石头砌成的墓室墙壁绘满了云纹图案。后来知道，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绘石室墓，墓室都是用凿好的石块层层叠砌起来。大墓前室里陪葬的器物并不多，一道紧闭的石门挡在前面。让考古人员吃惊的是，前室又发现了一具殉人，殉人的棺具和骨架早已腐烂。就在考古人员小心清理时，一枚印章忽然进入人们的视线，印章上是景象令印四个字。景就是影像，影像就专门那个什么，在这个西汉，在这个长安的这个影像是专门是妇女居住的地方，他就说他们的一定是非常大。景象令只有这个皇室里面，当时嘛，这个一些诸侯王啊，他的制度是跟京师跟皇帝的制度是一样的，莫非规模比较小一点。这个长安那边有这个永像，你这个地方也有永像。墓主人的身份更加明朗起来，他有生杀别人生命的大权，还是管理皇宫后事的官员。这个人应该是南越国的一个国王，但这是哪一位国王呢？在岭南，南越国共传593年，历史记载只有开国君主赵佗和第二代王赵胡建有大墓，第四代王赵兴在内乱中被杀，第五代王赵建德在长安被问斩，都没有建造大墓。
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大墓被三国时的吴主孙权意外盗掘。然而传说中带走无数奇异珍宝的赵佗墓波澜不惊，成为一个千古之谜。有的人开始猜测，眼前这位藏匿在象岗深处的大墓主人或许就是赵佗。进入大墓东边的耳室，考古人员发现这里堆满了铜器，有的绘着精美的纹饰，有的通体鎏金。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，在耳室的墙脚下还有两套由小到大依次排列的青铜编钟。在青铜编钟旁边也是由小到大渐次排列着的石边磬，一共是18件。石边磬还呈直线排列，上面留有穿线的凿孔，显然这是一支庞大的乐队。按照古代丧葬习俗，只有帝王和诸侯王才可能有这样规格和数量的宫廷乐器。在南越国时期的岭南，能够享有这样礼遇的人会是谁呢？他有编钟，有编磬，还有5个大的那个钩调、这个没有很最高的级别，那不可能有这么难。一共编钟我记得好像是有11个、13个，很多。另外呢，有一个编磬的边上还有个寻人，这个寻人是个男性，跟这个骨骼鉴定的时候可能是18岁左右，那很可能啊，就是叶公。